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柯家族，欢迎收看八月二十七号礼拜六的婚姻地方新闻。暑假进入尾声，今年婚姻观妇女保护会是透过管区公益彩券的分配款，也佮有一间银行的补助，陪伴咱婚姻的青年朋友度过了一个真无同款的暑假。这个活动是利用网络野队的方式，结合服务在地理念。支持咱婚姻青年提出计划来实现投入社会公益的服务。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现在这群参与计划的囡仔也特别伫个开学进程，要将近满满的成果提出来，甲大家做回分享。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想要陪伴婚姻合作提升成长，今年暑假婚姻妇女保护会透过管户公益彩券分配款以及知名银行补助，举办了一连串精彩活动。今日是六日举办成果展。啊，有这个夏日青春的专案哈，哎，我觉得非常好，可以让我们年轻族群的朋友有一个舞台，有一个着力点哈，这相当相当的好，所以我真的要谢谢。啊，幸福还有很多单位，大家去做一件做意义的代志啊，所有同学都可以这样的踊跃参与。我想今天不是只有受到一张奖状而已，对你人生而言。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荣誉。婚姻观社会处长丁甘提指出，每到暑假，学生甲家长是两种心情。学生期待放假，家长是加一份欢乐。透过计划举办学生活动，并且结合社会公益理念，好一个假期加上意义。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辅导，那我们接触到社区，接触到社会的一些关怀，甚至环保的议题。那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我们大家共聚一堂来。发表这样的一个成果，那希望说来年我们可以每一年都来举办。这场成果展是丰富展出学生参与的过程，内容除了小学生分享学习成长以外，这支持青年提出计划来实现社会公益活动，也经过比赛选出七个队伍来展览。青年行动方案呢，是由我们的青少年自己提出，他们想要为社会服务、社会参与的部分提出一些计划。那我们有自从六青来了、境界，这个都是针对于空气的。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健康勇士哈。那健康勇士的部分呢，是我们有县内一群，也是我们的青少年志工，有国中的，有高中的，也有大学的，便利商店啦、杂货店啦，去做宣导，希望这些店家呢，不要卖烟酒槟榔给未成年的青少年。这场去打造美好婚姻的青年队伍，前三名计划有一万外块的补助金，最后学生也在电力顶端分享真正想法政策，期待让婚姻更加好。记者李克山采访报道。